中国征途，世界求同。长春冰雪新天地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长春站国际组第一阶段第二轮41-48、57-64场比赛即将开始，有请运动员、裁判员入场。一号台 ，Table One， 来自于尼日利亚阿德巴约阿德昆勒对阵来自于蒙古达额尔登巴雅尔，裁判员张月秋。Athlete Adebayo Adequan from Nigeria, D. Erdembayar from Mongolia. Referee 张月秋。二号台 ，Table Two， 来自于蒙古敖巴森道尔吉对阵来自于蒙古察安哈吉日格勒，裁判员杜环玉。Athlete Al Basandorj from Mongolia, C. Aha Chagler from Mongolia, Referee 杜环玉。三号台 Table Three， 来自于南非伊森切蒂对阵来自于日本千金佐藤，裁判员张星星。Athlete Ethan Chedi from South Africa, Shihaki Sato from Japan.Referee 张星星。四号台 Table Four， 来自于蒙古巴纳仁图雅对阵来自于俄罗斯叶夫根尼布，裁判员刘法恒。Athlete B. Narentuer from Mongolia, Evningim from Pasev from Russia. Referee 刘法恒。五号台 ，Table Five， 来自于蒙古恩铁木真对阵来自于蒙古达乌尔齐托克赫，裁判员吕阳。Athlete E. Tiemzen from Mongolia, D. Wurzitor from Mongolia, Referee 吕阳。六号台 ，Table Six， 来自于印度贾格迪什。普拉尼特对阵来自于柬埔寨门索帕尼特，裁判员张梦宁。Athlete Jack Dish Granite from India, Man Passionate from Cambodia, Referee 张梦蝶。七号台 Table Seven， 来自于越南胡楚发对阵来自于越南郑文平，裁判员刘宇。Athlete Hu Chu Fat from Vietnam, Zhang Wan Pian from Vietnam, Referee Liu Yu. 八号台 Table Eight， 来自于越南丁南方对阵来自于乌干达凯撒昌迪加，裁判员宋明明。Athlete Dion Nanfong from Vietnam, Cesar Chandiga from Uganda, Referee Song Mingming. 九号台 Table Nine， 来自于蒙古冈罗布森道尔吉对阵来自于蒙古特阿穆尔吉日嘎拉，裁判员魏洪哲。Athlete G. Lobsendorji from Mongolia.T. Amr Hajigar from Mongolia, Referee 魏洪哲。十号台 Table Ten， 来自于泰国帕萨空对阵来自于越南范怀南，裁判员刘媛媛。Athlete Pasakorn from Thailand, Phan Huan Nam from Vietnam, Referee 刘媛媛。十一号台 ，Table Eleven， 来自于韩国朴永俊对阵来自于伊朗阿里托代尔，裁判员杜芷萱。Athlete Yongjun Park from Korea, Podel from Iran, Referee 杜芷萱。十二号。
号台 Table 12来自于南非杰森塞隆对阵来自于俄罗斯阿塞尼科勒奇克裁判员张毅 Athlete Jason Saron from South Africa Arseny Klikchi from Russia Referee 张毅13号台 Table 13来自于蒙古夏普古尔德对阵来自于英国安德鲁佩吉特裁判员何秀红 Athlete S. Tugur from Mongolia Andrew Paget from British Referee 何秀红14号台 Table 14来自于蒙古俄阿荣齐齐格对阵来自于越南梁志勇裁判员王琦 Athlete E. Aaron Sisik from Mongolia Liang Zhiyong from Vietnam Referee 王琦15号台 Table 15来自于越南刘明福对阵来自于英国肖恩汤普森裁判员李宁 Athlete 刘明福 from Vietnam Sean Thompson from British Referee 李宁TV 台 Table TV 来自于新西兰约翰埃利卡伦对阵来自于澳大利亚杰克麦卡特尼主裁判傅依然助理裁判龙飞田明星 Athlete John Ali Karen from New Zealand Jake Mike Turney from Australia Referee 傅依然 Record Referee 龙飞田明星女士们、先生们，精彩赛事即将开场，让我们全场拭目以待。还有锅给吗？双方用争夺开局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杰克麦卡尼特获得开始选择权。欢迎收看长春冰雪新天地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长春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早上的时间段比赛呢是两位国际球员之间的对阵，画面左边来自于新西兰的约翰埃利卡伦对阵画面右边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杰克麦卡特尼，比赛限时90分钟抢七。本场比赛是败部的第二轮次，输掉的球员会被淘汰掉。比赛开始，第一局杰克麦卡尼特开球。第一局澳大利亚球员杰克麦卡特尼佳丽的开球，
左边中袋有球进，白球左上袋口呢，刚好有一颗五号单色，中袋进了一颗六号，右边中袋有一颗花色的十一，选单色的话，这里边主要就看看七号球，四号的右中是有的，二号的上下底袋也是有的。好，打进过来，这个右中还不够单打。不过单打下方就要看看一三这里了，三号的左下，再来这个位置的上方进攻会比较难啊，其实还是不太够打的，有一颗二号的上方底带，要打七，这样的话就是做一杆防守啊，要拼吗？又拼了一杆，没打进。我来看一下花色，九号的右下，十四这边有下来之后呢，是一颗十号的边库球，中袋这边呢打十五，用中低杆上去，两边有中袋可以继续打。没有打进，再来左上七，好，打进下来，这球是不是有点轻啊？看右中，还有打，轻轻推，好，反向来看二号的左上，继续八号右下有黄一低杆往上再走一走，右下地带杰克麦凯特尼胜，比分1-0。第二局，约翰·埃里卡伦开球。
右中四号。这个白球位置是好选的。右上打进，看白球中袋还有。白球还可以有的打，这里看要不要打杆五号，打五呢稍稍带点点中低杆，下方吃库先调黄一的底带去进攻。还是推了一杆。那么这里边后面还要面临着一个黄一啊，右边的这颗半贴库的准度，红三左边中杆上去，把二较直往右边推，中带掉下方黄一，打黄一还有低杆缩回去，好调过来，看这杆白球有点靠库了，要不要打杆黄一低杆上去，继续来看二号，八号的右下可能还不太好打，这杆球呢可以稍稍的带点中杆往下一点中低杆啊，然后右塞稍微强一点，避开上方的十五，从右边两库过来，右下帮进一颗，看花色。这个位置不好打，打十四可以做一杆防守，轻轻一推往边扣里先防一杆，要不正常的话右边十五还需要一杆准度，还是拼了一杆中带，但是不好打，下方底带还是被挡了，再拼直接把十四的左上打进，
还要下一些中高杆右上方去蹬出来，留一个15中带下来，比较难。13，有点过。打中带的话需要立杆尾了，下方用低杆吃库向上，准度14、15。双方没有打进，这球不太好打，立点杆尾，一点点的左塞小扎杆，咱左边这解球角度还有点大。10秒。延时，要跳，跳进。第二局，约翰·埃利卡伦胜，比分1-1。第三局，杰克·麦卡特尼开球。14，上方过线进。选球上方4，中带这边有花色的11，单色的右中上方有一颗半贴的7号。好，这杆要不要 K 一下啊？右塞高杆，这个右塞不够，不够的话需要准度，直接7号，中低杆轻点打进就可以了。左边35，
下方来看一下十三，没打进，没打进的话，这个位置右下有一个双下的机会啊，黄一。不然自己右下呢，首先是被挡带口的，然后球也比较多，一号、二号。这杆如果能够低杆把黄一打进双下再上去，然后上方有六再过渡下来之后，二号的右下带口已经是解开了。打的厚啊，比较正。好，双下进，没有用一个很明显的低杆向上，还需要过渡。来看一下六七传球。传偏了，车带脚双击进的，那就再来看看左边的想法啊。中带再别两角度，六号后点打进右塞低杆，把二号叫的稍微直点，下来。无论你是轻推还是往下稍稍蹬出来一点点啊，要过这个十二号。太厚了，再看花色，推防了一杆，推防一杆，看一下这杆球啊，跳球，犯规，跳到了黑八，但这黑八呢，把右边这个带口给挡住了。来看一下花色的处理，比如摆一个九号向右下的角度去打九，把十五这边呢给它 K 出来，刚好左下方还有十号球衔接。来看这杆球，不要 K 成薄球啊，这个薄球很容易就把八号撞进。K 出来，比如正顶到让十五号右边翻上去，或者吃库一勾啊，两个点。没打进，没打进来看看八号这边进球点漏了多少。
八号，好，轻轻一推，这一杆不好打了。要看一下白球放的位置，啊，小低杆过来，没有穿进，那八号这边直接是没得保的。轻打了一杆，左边横向是看不到的，要看看上方的十二号。准进，好，再来可以传一杆啊，拿十。把十轻打停带口，然后再去调后方的十五。低杆 K 球，还有的拼，没有打进，带口八号，第三局，杰克麦卡特领胜，比分2-1。第四局，约翰·埃利卡隆开球。中带进一颗。Illegal break。上方要看过线啊，目前是两颗。两颗，中带一颗。仅仅三球，
You play. Continue.打进花色，上来十五角度向下有，好，继续低杆可以往下，下方十三中带九中带，再向下，下方的位置十号这里，右下是被挡的，这个位置需要稍稍的注意一下。没打进。好，二号。白球，叫下来之后，上方一颗三号的中带，四这边底带还没有。白球，好，左边下来，四号有，角度有点大。又过度了一杆，好，再来，右下，太厚了，没有打进。来看一下花色，中带有九，左上十三现在是看不到的。上方再来，没有打进。来看这杆啊，这个位置，再看吃库接力啊，打到带角的位置，
没有接近。我们来看这杆十二号还可以再去传一杆中低杆右塞池库右上防守。这球右塞还是不够，看下方七这个位置还有的薄。太厚了，没有打进白球。好，十一。右中。一打一顶，再包，白球，十二号继续持股向上，再来看十号的右下角度。还是有点大，这球厚了，还是没叫好。看这杆要翻吗？有中，做一个防守，七八缝隙之间，没挡住。这球要打稍稍往左边薄一点点，白球上去。一杆准度，第四局杰克麦卡特领胜，比分3-1。布局，杰克麦卡特，你开球。开球，白球右上方吊带，
前后自由球。前后自由。选球。花色下方一 K， 看右边十五。一点点向下这个位置，高杆可以两库，顶到位置有点正啊，这就不好打了。看其他球，首先是左上的十二号，继续十三。没有打进，下方六号，角度刚好，这个位置看想法，因为左边有一颗红三，它是一个很好叫八右中的一个点位，要不要先叫先打，上方还有四颗，对，上来看看上方七够把七打了，再调一个红一，这个角度的一号有点大，又勾了一杆儿，没挡住，还可以打，继续推弹起。这个位置还不算好，要传，好，再来看上方的十三，右上两库可以下来，下方过来之后呢，来看看这十四左下可以接力，好，下来看位置，中带有一打 K 到之后还可以的，先把十打了，十四左下接力，然后再来八号，
先打十号。左上翻进啊，有运气球，还可以接力。打进上方 K 了一下八号，那右下继续准度，打进第五局，约翰·埃里卡伦胜，比分2-3。六局，约翰·埃利卡伦开球。中袋炸进一颗，选球，花色左边有15，出杆小心别碰11。右上还有颗13，10秒。没有叫好这个位置啊，白球呢还是有点偏靠上了，防一杆，那么6的右中可以考虑啊，稍稍立点杆尾，带点中低杆，左边下方可以 K 球。先打进，
也再看这个二四的角度，现在还是不好打，要尽量的防守。十秒，打活。上方来看十五，右上，薄了一点点，没有打进。下方的一号，右下有，同样啊，这个位置，发力的高杆，左上有机会可以 K 球。K 到出来一颗三号。七号还是不好打的，好，来看七，把握进很准啊，这个杆球很关键，下方打一颗，好，再来二号，继续啊，高杆，再来看这个位置，三八都有，这个位置如果下低杆稍微低一点上去，就可以调一个八号的左边中带。准一杆，中带没有打进，我们再来看花色，右边的十号还有点薄啊，这个中带位置，右上有颗十五，有些轻，选一颗再调一杆，中带十四，下方九，K 到了。那么打十一，上方白球往右上方放，用十号球呢再做一杆。解球，
也倒比较正，白球。九号右中，没有打进。上方两边底的有的薄，没有包进。再来，下方十一，看看白球啊，弹库上来，力量有些过头，嗯，是的，又比量了一下，应该走两库，但是杆法呢不够低，左塞也没有。九号再调，继续啊，稍微带点低杆，下方出库向上，嗯，还是稳了一杆，但是没防住，左边能看得到。延时，要勾一杆啊，左上。准。第六局，杰克麦卡特尼胜，比分4-2。第七局，杰克麦卡特尼开球。
要看一下过线啊，中带进颗十。过线不够。看一下选择，打还是重新开球？我进攻。重新开球。第七局，约翰·安里卡隆开球。自己重新开了一杆，两中没扎进，上方七号呢差了一点点。选球，这盘还是不太好打。右上的带口附近，七十。右边中带下方的六根十五。推了一杆啊，并没有打。下方二号的中带没有打进，再来二号。还是没有向右上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好，再打进过来。六号下方底带。
翻了一杆，哟，又来一个运气球。这个位置上方还不好借，红三这个点位是不好借力的。打包，我们来看啊，上方拿黄一去传红三啊，能蹭一点点十号下方的薄边是好的，把这个石给他借走。还是先打了一杆，顶了一下，还在看这个黄一有没有得打。右上没有，左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还是先打了一杆啊，并没有上去叫七，这球又是有点麻烦。右上，先打活，这个位置要帮进的话，还要去挡住上方主要的黄一。啊，白球。对，主要挡一个好打的黄一。先推了一杆，继续防守，看左边十号，
勾到，有防守位置，效果还不错。七号有中翻进，看白球，中在这位置还有的打，左边看中带，可以，非常准啊！再来右中，第七局杰克麦卡特尼胜，比分5-2。第八局，约翰·埃里卡隆开球。中带炸进。白球在上方的位置。不好选，红三右下14，左边薄中带，要打14，中带，白球向下 K。好，K到出来，上方的中带左边还有。继续打居中带下来，再看下方底带，15应该跟红三还是有点不太好打的。
十五，嗯，刚好够下。那下面来看看十三的右下，左边两库，来看九号。白球，好，先看看右中，打进，再来够直就低杆缩回来啊，左下。第八局，杰克麦卡特领手，比分6-2。第九局，杰克·麦卡特尼开球。右中红三炸进，选球，左上12号。继续，右上。再来，右下刚好11。选了14，好，上来 K 球。嗯，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啊，首先看看左边中带有9，上方有10的右中。
进，左边顶了一下。九是没问题的，十五有右上，但这里还是十一啊，右中没有，要打底带。又缩了一杆啊，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十一有右上，继续啊，杆法稍低点，轻打，太薄了。打进下方没有去 K 啊，好，再来看看右中，打了杆底带没有打进，上方漏球了。有些过啊，右下准度，没问题，再准一杆，打进。本场比赛结束，杰克麦卡特领先比分七秒。好，那这样的话，恭喜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杰克麦卡特尼，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晋级到下一轮次。来自于新西兰的约翰·埃利卡伦，很遗憾被淘汰掉。下一场比赛在11点整开始，稍后见。